天晚上腾讯终于更新出了沙海的最后一集，终于千等万等等来了结局。因为结局有点太虐了，所以我们来看点开心的。要是想要开心，可是要看我们的沙海的幕后花絮的。下面小编就带大家看一下沙海的片场花絮吧。先看看我们杨蓉小姐姐和吴磊弟弟的沙漠花絮吧。唯一可惜的是这一个片段没有在剧情中出现，我们就还看看花絮就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杨蓉和吴磊他们一起进沙漠，但是杨蓉的体力不够，最后是吴磊救了他。其实后面是还有一段的，就是吴磊和杨蓉在帐篷里的对话，杨蓉是要问吴磊是谁给他换了衣服等等。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没有播出，但是两人拍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撒欢的搞笑了。吴磊弟弟先是吐槽分镜画的两弯像蜡笔小新的妈妈，直接被杨蓉姐姐对了说，那你就是蜡笔小新。后面还有一场就是杨蓉小姐姐教训吴磊弟弟的场面，需要按着吴磊弟弟的头看吧。吴磊弟弟笑的了，被杨蓉姐姐教训了还那么的开心，也是没谁了。说完了吴磊和杨蓉，我们再来看看会长又有什么搞笑的花絮吧。小编感觉会长撑起了一大半的搞笑花絮。看见这个照片，大家有没有想起这个拍摄的场景是苏万和豪哥来新月饭店找了黎簇的场景，也是张明恩的第一次出场。当时小编看到会长这个出场方式真的被帅到了，真的是没有想到那么帅气的出场方式拍摄的时候这么的搞笑啊。这个确实是不怎么好站稳，本来张明恩是要在上面站稳的，还要飞一下，没想到没有表现好，是哪里还是轻功呢？